操盘战将。大家欢迎收看操盘战将。台北股市今天好像是要致敬美国股市一样，开高拉上去走低，开高走低，开高走低。台北股市今天也是开高走低，一模一样，完全致敬美国股市。很巧哦，啊，为什么？很简单，信心不足，大家开始在缩手了。我昨天说当冲客，哇，当冲客现在蔓延的、扩散下去的那种，哦，那种范围很广很多。不过这阵子当冲客似乎有点在收敛了。今天成交量2871亿，昨天融资一口气减了50多亿。各位开始了，我认为市场信心开始在动摇了。我有问我营业员的一些朋友，我说：“哎，你们手上的客户最近操作怎么样？”然后他们给我的答案是操作的不顺，不管是就是爆股的，或者是当冲的，都做不好。啊，我问他们说，他们在。为什么会操作不好？是投资哪些产业或哪些题材股票 ？AI 人工智慧，其实这是我意想到的答案。那从营业员口中讲出来，只是再度验证我的看法。所以这阵子哦，各位啊，我听到一些空头大师，哎，最近空头，你不觉得最近的？空方的一个气焰还蛮摇摆吗？哦，很热哦，很艳哦。他们最近讲话声音很大声呢。哇，乖，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啊，你做空，假设你空广达好了啦，我假设你空广达，空在223.5，就今天收盘价，你知道吗？你要空它，你要赚它的钱。什么时候可以空它赚它100%？什么时候可以让它赚到100%？我就是说，我要当空头，我要赚一倍，我要来空广达。哎，我只举广达做例子，不要误会哈。从223.5，什么时候能够赚到100%呢？很简单，跌到零元，然后广达变成地雷股，变成壁纸。各位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这几年有什么地雷股？有就算有，很少，少之又少，少到不行。啊，你空头在那里说我要大赚，我要带你空单大赚。各位啊，你做多，你可以赚到这么多协议机。你可以赚到这么多啊！如果你要做空，你要赚到，各位做空不可能赚到两倍或超过一倍的，那是不可能嘛？不可能的事情嘛，绝对不可能。可是你做多，你可以赚超过一倍、超过两倍，甚至超过三倍、四倍都有。那你觉得做多比较好赚还是做空比较好赚呢？哎，我没有要引战哦，我只是说，对啦，有些人开始在做空，要赚空头的 AI 的钱，我没有意见，因为有些股票真的也涨多了，你要去空 ，OK， 我没有意见。但是你说要大赚，要赚到100%，太难了啦。那如果赚50%呢？那223跌到100块好了。才有机会啊！啊，你广达现在要跌到100块，跌到100块，在这边呢，100跌到这边哦。你觉得？我跟你讲，今年你是绝对看不到的啦。你广达要空单赚到50%，今年你看不到啦。哎，我没有要跟空头宣战，我是说以几率而言，以概率而言，以我对大盘未来跟美国股市未来的看法而言，广达要跌到这边不会啦。今年你要看到不可能啊，所以你要赚空单50%，我跟你讲很难啊。
真的很难啊。你顶多赚个 10%、20%，甚至30%，就差不多了。你要赚到50%，赚到这边，除非要抵到这边来。不会的啦，各位啊。清俊啊，在帮各位在看趋势，在看未来，我很注意数字啊，我很注意美国的经济，它未来的展望，它的一个利多，潜在的利多，对美国股市的那种刺激程度，我非常 care， 因为这是对我们台北股市有关系，因为我要帮各位规划未来嘛，对，我要运筹帷幄啊。我的眼界要远一点呢，我不是只看到现在，我要看到接下来下个月10月、11月、12月，甚至看到明年初，因为我要帮各位去好好的去规划接下来的股票的操作，我们多空的一种做法。所以我要看的是什么？美国的经济，美国的经济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那美国昨天最新公布的通膨年增 3.2%， 虽然低于市场预期，但是这给 FED 有一个很好的借口，我打算要结束升息了，这个升息循环即将告一个段落了。所以当美国经济比软着陆的状况还要来得好的时候，各位，降息循环如果一旦降息，资金又要释放出来的话，对美国股市那是锦上添花啊，那是再攻一波啊，你知道吗？那是助攻，欸，神助攻。所以我看到美国的经济哦，我就觉得说，既然美国的经济接下来会比较正面、比较阳光，那台湾呢？要不然我前几天我一直跟你讲，我们什么补库存啊，台币贬值，我们会受惠啦，我一直在告诉你，我们台湾经济会越来越好。可是有些人会觉得有一点，说服力不够，因为我空口说白话嘛。上市柜营收今年最强，各位，这就是征兆，这就是讯号。我在看到台积电，哎，光看这个可能还有一点点不足的地方，我来看台积电。台积电怎么看？台积电你们内部人士怎么看？你们怎么看你们未来的营收？因为台积电台湾的护国神山，台积电的上中下游产业链，台积电的所赋予的题材那个很广，欸，那个范围很多，欸，包括 AI 人工智慧啦，高效能运算啦，对不对？车用晶片啦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些其他的半导体啊，欸，台积电的责任很大，欸，它有很大的重责大任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在看台积电的营收，现在他跟我们讲八月、九月有望更上层楼，有望更上层楼。所以之前我告诉你说止跌要开始往上翻扬，人家跟我的回应是什么？为什么会翻扬？搞不好从变黄蓝灯又变成蓝灯了啦？真的会出现止跌吗？好，这就是什么？要翻扬的讯号，各位，我们指数对那个蓝灯在这里嘛，我们要开始往上翻扬喽，未来就是会这样哦，这样子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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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慢慢的上去哦。台积电，你就算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你该相信台积电说的话吧。然后我们七月份的营收的一个上市柜，今年最强。一到七月，现在七月已经是最强了，所以真的你看到曙光了啦，各位没有错啦，这个领先指标已经跟我们讲了，我就跟你讲说，这是因为六月嘛，领先指标先报喜，先告诉我们春天的燕子要来了，所以才有七月的营收才会这么好嘛，对不对？可以接受吗？我现在讲到这边，你可以接受吗？好。那现在中经院说第四季的经济成长率，各位，那你再看到这个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八九月渴望更上层楼嘛，越来越有机会成真，
那股市呢？台北股市呢？各位，台北股市没有错，这阵子在震荡。我认为现在的震荡盘就跟这边的震荡盘一样，这一边现在的震荡盘就跟这里的是差不多是一样的，只是时间，这边时间大概三四个月嘛，现在两个多月，会不会再一个月也有机会啊？那就让它盘整嘛，你就用空间来换取时间嘛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让它盘整，等到完之后结束之后，配合美国股市，配合我们台湾的经济，各位，九月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台北股市大概在八月左右，八月底九月慢慢的等到整理完结束之后，各位就跟这边一样，整理完结束之后就要往上冲高了。你看台积电，你看台积电嘛，今天虽然拉回嘛，这样的拉回整理，这样的拉回就跟这边一样拉回整理嘛，一样嘛，一样道理嘛，你不觉得这边跟这边很像吗？有没有？这里啊，这里，这里跟这边很像嘛。所以你要有什么？要有信心，而且你要有耐心。你现阶段而言，你就好好的去精选持股，多做点功课，多去看看接下来未来。如果你有你的人脉够广的话，你去竹科那边打听一下，他们最近接的单程度如何？那个都是第一手的，那个都是什么核心啊，各位，核心啊，核心的消息啊。所以我今天要跟你讲啊，各位，这一支核心刚传出来，核心刚传出来，我告诉你，你买就对了。这一支股票很厉害，不得了。不得了啊！所以我跟你讲，接下来的行情我看得很好。虽然这阵子大盘在拉回，台积电在拉回，很多人开始没有信心啊，很多人对大盘说三道四、说风凉话，没有关系的，因为你们的氛围现在的感觉就跟这边的感觉是一样的嘛。然后呢，你这边没有布局，结果往上再拉一波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如果再拉回更好。再拉回更好，注意某些股票正在蓄势待发了。我听到的啦，我听说啦，都在低阶，都在慢慢的在吃货当中啦。他们的股票名单我一看，我告诉你哦，各位啊，来拿我这支，扫描就有，扫描 QR code， 跟我们一起来大赚这一支股票，真的。后面还有资金行情啊，后面还有资金行情，所以我跟你讲，现在台北股市今天虽然拉回来，但是你要注意，有些股票后面会很强。就像今天张喜，多头总司令张喜讲，明年台北股市爆发成长，是爆发成长，现在就是最好的买点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是回档修正嘛，但是 AI 发展对台湾供应链有实质注意。今年是第一年，明年会看到大幅度的成长，而且 AI 台湾是几乎是上中下游都吃得到，这就是我跟你讲的嘛，我就告诉你说 AI 是台湾的黄金机遇嘛，这黄仁勋讲的嘛， AI 变成台湾的军火供应商嘛，所以张喜也是这么看，明年获利是非常好，看到库存，我之前跟你讲库存嘛，看起来都往正向去发展，而且降息的几率对市场的资金面也是正面激励，英雄所见略同，我的看法也是如此。尤其他强调库存，他也看到了一些库存，我就跟你讲，现在有些库存已经降低了，打那个什么消化的差不多了，打库存也打的差不多了，未来就是一个补库存行情，所以他说明年台北股市爆发，所以我才跟你讲台北股市我上看。好，买什么？买什么？其实现在多头它有步骤，但是我觉得市场上有一点太过急躁，看到了什么题材就马上跳进去。比如说超导体啊，对不对？上个礼拜超导体多风风火火啊，
你看那个8390金逸鼎，9927泰明，2009哎第一桶，1785广科，现在谁在跟你聊了？消失了，不见了，大家他们这些人都不谈了，那些讲超导体的分析师哎都不聊了，都不讲了呢，不交代了呢。啊狼呢，狼你都人在哪里？你知道接下来的话题哦，我跟你讲，由我们来主导啦，由我们来主导啦。啊，我们要主导什么话题？还是 AI 吗？你看到广达今天上去吗？上来吗？你看到建准，建准今天也上来吗？还是苹果？还是苹果，各位，先进光3362的先进光、欸，各位，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哈？哎、欸，老师、啊、明明不是破了吗？怎么又拉上来？逃命吗？我只能讲了，真的操盘手法真的跟你不一样了，真的跟你不一样了。因为你没有跟好跟紧，没跟在身边嘛，你就自己乱做。所以营业员，我的营业员朋友跟我讲说，他们手上的客户最近操作很不顺，为什么？因为都是自己来啊。你们都是自己来，你们看电视节目、看网络讨论区、看其他的财经节目，连 YouTube， 最近还有 YouTube 很多的那种财经广告、欸，哎、欸、哎，我有时候在看 YouTube 的影片，我在听音乐、看 MV， 哦，三不五时跑出来一些广告。都是财经的哎，都是在跟你聊股票，叫你加入什么什么群组还是会员的，那些财经名嘴都跳出来叫你，可能叫你买基金啊，或是叫你加入群组啊，或是可能要开班授课啊。算了啦，跟上我的脚步，你跟着我就对了，各位啊，下半年。我之前带你买的这些股票，对不对？像智元、威盛、世新、创意，我要带你买的就是像类似像这样的股票啦，应该是说像这样数字的股票，这是我接下来要带给你的。我知道今天盘面上在涨的股票。很多人没有，很多人不认同，很多人都觉得是这只是有些股票只是跌升的反弹。我跟你讲，我同意，对他们不是主流，我同意。那真正的主流在哪里？真正的标股在哪里？我跟你讲，在我这里啊，涨停必赚，超强股，各位，标题又有涨停必赚了，真的啦，涨停必赚，真的很强啦。真的很强啦，8-9%了，各位啊，昌河涨停必赚，新黑嘛，今天涨停板啊，今天涨停板啊，各位这一支涨停必赚标股材料，过去涨几倍？涨几倍？这一支涨停必赚喷股泰茂涨多少？这一支涨停必赚强股重旗，超强股，这是强股啊，这强股嘛，各位，超强股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啊？我跟你讲。安静吃货，侯亚郎，有钱人啊，老师是不是同一批啊？同一批是不是？啊？相同的赢家吗？相同的赢家吗？老师这是巧合吗？啊？昌河，先进光，这一支。安静吃货，
点点吃三碗公，不要高调宣传，不要在那里敲锣打鼓，安静吃货买就对了。各位，这一支啊，根本就是闭着眼睛买，因为这一支未来涨停板的次数会让你觉得超级夸张。你知道今天盘面上涨的股票，有人说老师，你这一支会不会是这里面的其中一档？啊，你来看就知道啦。你想知道很简单嘛，各位，来扫描，扫描我的 QR code， 扫描就有。现在扫描，我立刻跟你分享这一支股票涨停必赚超强股。以前呢、啊？涨停必赚，材料涨四倍，涨停必赚太茂176%，涨停必赚强股63%，涨停必赚新，哎，这支股票又拉涨停板，各位你看它最近的表现呢、啊，很强啊，真的很强啊，涨停必赚新霸主先进光，涨停必赚超强股。各位，这一支股票扫描 QR code， 你扫描 QR code， 这一支股票就是你的。手机拿起来，各位，请你对未来的行情有点信心。你不知道接下来要买什么，你来拿我这支涨停必赚超强股，扫描 QR code， 跟我们一起来大赚。手机拿起来，对准 QR code， 这一支股票就是你的。我们进广告。全民抗涨大作战，888抗通膨专案，让您轻松的负担，帮助您快乐的赚钱。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操盘战将，明年台北股市将会有爆发性的成长，现在就是最好的买点。我不知道你看完这句话，你心中的感想是什么？我跟你讲啊，他在这边整理的时候，当大盘在今年二月到今年五月这三个月的时间，在这边整理的时候，各位啊。他在拉回哦，哦，那个时候我叫你去买股票，你大概都不要，你大概都没有兴趣啊。可是如果你换个角度想，你换个方向想，各位，如果你在这边不管哪一个点，你都去布局，你都去买一些股票，买到一些对的股票，各位后面那一大段那就是你的了。
当然我不可能说我百分之百我马上就能够猜到转折，马上就能够拉上去，我没有那么厉害，我不是神，但我知道现在在做一个震荡盘，因为很多股票涨多了它需要整理，它需要休息，台积电也是一样啊。我跟你讲，台积电拉回到某个位置，我跟你讲，闭着眼睛买啦，闭着眼睛买，如果拉到某个位置我也会闭着眼睛买，因为 AI 啊， AI 啊，明年的获利会非常好啊，所以我告诉你，这一支股票你不要猜是什么题材，你来拿就对了，你来拿就涨停必赚。各位，上次跟你讲的这一支材料涨停必赚，403涨停必赚，太茂176涨停必赚，重旗63，各位6538昌河今天又拉了涨停板了，今天又拉了涨停板了，先进光今天也大涨。喂，这一支不要客气，想知道是哪一支想跟我们一起来大赚的，这一支股票扫描 QR Code， 这一支股票送给大家，下周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